以斯拉记第三章一节到七月，以色列人踮伫达个城，迄时因亲像一人聚集伫耶路撒冷，约撒达的囝亚苏阿，甲伊的兄弟正济斯，甲撒拉特的囝所罗巴别，甲伊的兄弟，拢起来去以色列神的坛。要照神的人摩西律法的册所记的，伫坛顶献烧祭。三节，因伫原本有的地基起坛，因为惊遐国的百姓，搁伫迄顶面仰耶和华早暗献烧祭，搁照律法的册所记的，收大了啊祭，照烧夜照例献大家所应该献的烧祭。五节，然后献照常献的烧祭。各地月的初一，甲亚花一切圣的祭祭献祭，各对亚花献各人的甘心祭。对七月初一起，因就对亚花献烧祭，总是亚花殿的地基也未下。七节，因各用银和石师傅、木师傅，将牛屎、酒、油和西顿人、吹罗人。予因将碧香树对哩巴伦运到海，浮海运到约帕，是照波斯王高列所应准的。八节，百姓到耶路撒冷神殿的所在。第二年二月，撒拉特的囝所罗巴别、约撒达的囝亚苏阿，甲其他的兄弟，就是祭司利未人，甲一切受了得来耶路撒冷的人，拢开始动工。各派利未人对二十岁以上的独立起亚花殿的工作。九节，对安尼犹大的后代，就是亚苏阿，甲伊的子孙、甲兄弟、加密、甲伊的子孙、利未人希拉达的子孙、甲兄弟，拢做伙起来独立迄个伫神的殿做工的人。十节，西夫人系亚花殿的地基的时，这时拢穿礼服。本河头阿萨的子孙利未人提拿伯照以色列王大卫所订定的礼，拢徛在要俄罗亚花。十一节，因大家对唱俄罗感谢亚花，讲伊本是好，伊对以色列人永远是慈爱。因俄罗亚花的事，正百姓大声话，因为亚花殿的地基已经下地。总是有真济祭司、利未人、族长，就是前捌看起旧殿的遐老人，现在亲捌看起下即间殿的地基，就大声啼哭，也有真济人大声话，甚至百姓袂当分别欢喜的声音、甲啼哭的声音，因为众人大声话，声音听到真远。